健康。所以呢，慈济基金会今天呢，特别要将所有人民的感恩，我们大家要被包口罩哈，一包几片，一包几片，把它为所要。我觉得跟基层的这些啊，这些绿天使，对于这一次新冠疫情的这一个配合作业是。自从我们接到命令之后，其实我们的同仁都很感恩啊，就是说国家有看到我们中华邮政，那我们中华邮政也都没有第二句话，都是全力以赴。那在这一段期间啊，我们口罩不是说只有配送到药局，基本上我们彰化县啊这一个口罩的生产量在全国算是数一数二的啊。那这一些上收的部分哈，我们的同仁也都是每天配合这一个疾管局的要求，我们会派我们的17吨的大卡车去上收，那每天都要把产量都收完，所以我们的同仁都很用心，每天一定要把工作做完才能回家啊，才能回家。但是我们的同仁都很尽本分啊，在这一次的我们的防疫大作战内啊，疾管局那像我们的卫生局啊，这个负责我们的防疫的措施，我们的社会处也都是配合这个居家隔离的这个部分啊，那大家一起动起来啊，把我们这一次的防疫啊工作做得这么好，那尤其我们的同仁只是一个小小的螺丝钉，就是说把整个我们的防疫大计把它撑起来啊。那此次感谢我们的慈济哈，有看到我们这些我们中华邮政这个小小螺丝钉哈，来举办这一个活动哈，跟我们做一个关怀哈，我们是真的是心存感恩哈。那谢谢我们慈济基金会的这一些师兄师姐哈，来给我们这一次的关怀。加口罩，政府要来分哈，是要叫人去赏一分啦哈。啊，那时候后来才知道说，中央就开始启动我们中华邮政这边的机制，哦，来把口罩从工厂再，然后再送到每一个我们要配发的这些单位。那现在配发的单位是卫生局跟卫生所，哦，加起来彰化县大概有367家，好，哦。那大概一天哦，应该是有20-30万的口罩要分配到这300-400家的这些药局跟卫生所，啊，那刚才陈副局长我有问他，他也讲到说，因为彰化县也是很多口罩工厂嘛，他们还要把口罩工厂，哦的货还要再送到台中，再配发到全国，那这些工作是每天都要做的。哦，是每天都要做，而且都要配合口罩工厂他们的生产的时间。今天刚好也感谢我们的慈济的师兄师姐，哦，给我们这个机会。邮局所有的百绿衣天使，也谢谢慈济师兄师姐的音会各位伙伴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这些工作呢，只有我们绿衣天使就知道了。哦，你们知道大街小巷在哪里，像我们就不知道大街小巷在哪几里，所以非常的感谢各位的付出。那在这段期间呢？人民拿着口健保卡来我们药局领口罩的时候呢，那他总会说，哎，感恩药师，谢谢你们这么辛苦。那我总会告诉他们说，哎，在这个拿到口罩之前呢，我们最重要感谢的就是我们的绿衣天使啊，他们每天日以继夜的将口罩呢分配到我们药局来，然后民众才能够顺利的拿到这些口罩。所以这些口罩都是得来不易，就是一份爱的传递啊，从源头一直传递到消费者啊，我们每天戴着这份口罩，保护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健康，避免这个啊这个病毒的侵害。邮差到的时候，我们的希望就来了。哦，我们知道隔天呢，平常我们彰化的师兄师姐跟我们邮局应该有很好的互动啊，才有这样的一个氛围出来。那其实从疫情几个月前疫情开始之后呢，我们慈济就非常的忙碌了。那各位可能不知道，我们每天在建设里面都要开会。开疫情的这个汇报，那不只是关怀台湾各阶层的团队，还要关怀海外，因为慈济是一个跨国的组织嘛。我们在全球有100多个国家是我们曾经救援过的，那有60几个国家是有慈济据点。那这次疫情发生以来呢，
有80几个国家，包括有慈济据点的国家呢，向台湾本会求援。但是这个时候物资非常的缺乏，那上人很有智慧啊，这个国家有生产口罩的，就帮助那几个没有口罩的国家，好像马来西亚它会生产隔离衣，马来西亚的隔离衣就协助美国，美国纽约很严重嘛，啊，这是调兵遣将的这样运来运去，安排去。所以80几个需要物资的国家，抗疫物资的、防疫物资的国家呢，我们目前已经大概运给他们了，大概有差不多60几个，啊，还有10几个啊，物资还没有运到。那这是海外的部分。那台湾的部分，一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师父就很关注说，第一线防疫人员要赶快支援他们。与祝福，我们在90巫师510几位每天负责大彰化地区330家药局防疫。